水果也结冰啊。火山熔岩哦所形成的地形，这都是土壤，非常松软的。过去啊都是一些自然洞穴，后来人们发现说啊这些自然洞穴不够，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工具哦去开凿出更大哦更多的一些人工洞穴啊。所以说呢，在卡帕多西亚这边呢，有数十个大型的这一种，大型的那种，那个像网路一样啊，蜘蛛网一样那一种洞穴住居住的地方。可是基本上这个都是用来避难用的。那甚至小型的话，可能有多达数百个。那这些为什么叫避难呢？因为其实洞穴啊，它住起来其实很阴暗，很阴暗啊。虽然说是冬暖夏凉，它这个材质的关系，冬暖夏凉温度维持都是一定的，但是你在里面住久，毕竟有很多人还是受不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以前啊，这边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呢，这边很多战乱哦，很多外族入侵，所以呢，他们基本上都是为了躲避战乱而躲到地下去，并不是长久居住的哦。后来呢，现在就是比较稳定的时候呢，现代人呢，大部分都拿这个、都是用来当做那个储藏用、储藏食物用的。那当然有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的，到时候我们去看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，是全卡帕多西亚第二大的。它这个全那个深哦，有大概将近40公尺，大概是分成8层楼，那我们只会看4层。后面下面的是4层，因为太暗了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开放给观光客，而且我们是做体验。那很多的有些的通道非常低矮哦，如果说你没办法蹲下来走，就不要下去；如果说你那个身体有状况的话，也不要下去，不要勉强。我们是来这边做体验的，不是来做这边做冒险哦。如果说你没办法蹲下来走，劝你不要。我在外面看过之后呢，麻烦就是在外面休息哦。因为里面啊都是要蹲下来走，而且啊就要蹲很长一段距离啊，就所以说真的不要。那看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去一个地毯店，因为地毯啊是这个土耳其的一个国宝的记忆之一啊。那个以前啊他们女生啊家里头的，就是说女生出嫁之前都要那个学会怎样做地毯，那带一条自己做的地毯啊去当做嫁妆。那因为现在啊传那个。进入到工商业社会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地毯编织的工艺啊越来越式微，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留存。我们等一下会去看午餐啊，在午餐之前呢还有两个景点，一个是那个乌奇沙城堡，一个是狩猎谷啊。因为就说过这边经过风化侵蚀之后呢，有很多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那种地形，到时候会去看。不要看这样子啊、哦，又打灯，有些地方是没有灯的，哦，没有灯，所以说麻烦，等一下就跟着前面走，我们都会让每个地方让你体验一下来拍照，我们这不是来人生做冒险啊、哦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大家这稍提醒，等一下我们进去啊、哦、都会跟着红色箭头，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红色箭头，出来的话呢是有蓝色箭头啊、哦，大家看清楚，然后等一下那个导游会在前面，到我们做每个地方讲解。走下一段，讲解有下一段，基本上要拍就拍。还有就是说，等一下他大概会蹲到这么低，任何人没办法蹲到这么低的话，麻烦不要考验自己的身体。对，真的哦，是大概是这样子哦。Oh my god！ 如果说你不能的话，就让他出去，就到外面哈，在外面就在外面休息，好不好？我是说真的 ，OK 哈，都 OK 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既然是进来这地方。像这个，它现在被凿掉了。它这边原本是有那个绳子绑住那个牛、那个牛啊、羊啊、猪啊，它们那个套在这个地方哦。OK， 好，现在等一下跟着导游进去了，一个一个走，我会跟在那个导游后面。OK， 来吧，一个一个下去了。哎，注意头和脚啊，注意头和脚。牲畜在上层。到后面太危险了吧？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就眼睛看就好。哎、欸，走慢一点啊，人嘞？为什么会有两个房间？
他是用那种神父不知道告解用的，他就是这样，你在告解的时候，从这边手摸进来，就跟这个人说，你有什么罪？我赦免你，我代表上帝赦免你。因为他们这边当初都基督徒，所以他们这边当初啊，他们就是躲在下面继续过他们宗教生活，所以说他们就要继续他们维持。那有基督教有了解的话，就会知道说。面包和葡萄酒是不是他们对他们很重要？所以他们这边都要学习怎么样酿酒，而且他刚好卡布多西亚很多的葡萄酒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OK， 好，继续。一个洞就一个家了。所以他们很多洞上下连贯，所以有连贯哦。OK， 那个下去还有楼梯。OK， 够。据说以前住了3000人。不要再蹲下去走了。那蹲了。加油加油！感受一下当越南特种部队的感觉。哦，这应该是通风口。一些地方还有阶梯，很麻烦。还好这个石头不太滑，表面非常的粗糙，摩擦系数非常够。小心啊！这个空没有开放给观光客，而且它是滑下去的。是放酒槽的，酒瓶的地方啊，他们一大罐一大罐的，下去就真的探险了。我是前面的脚，因为他以为撞到我，撞到他的脚。这边中间是锅炉，它下面烧火，那下面通风，所以到这边是锅炉的地方。很多这边啊，他们用来炖东西啊，烤面包都在这个地方。顺便到上面黑黑的。熏焦啊。然后你看那个石头，那石头用来干嘛？那石头比较坚硬。不是。用来？No， 用来磨工具，磨刀子。这才是真正的地下城探险。是啊。
啊，终于出来了。Lipin. Shurela, Pieni. Good. Cappadocia underground city memor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ouch it, touch it. Jacko, Jacko. Jacko, Jacko. 他们会讲 Jacko 哎。Wait, let me see. Which one? Okay, this one. Push. 1 minute. Money change, 1 minute.